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当记者要有个底线吧，马上离开。 你凭什么命令我？你都可以为了追新闻追到罗的病房里，还有什么事情你干不出来的？能够代替罗欧进入这个剧组，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。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求求你，原谅我。为了他，我愿意付出更多。没有，我真没有。你难怪你不知道，他俩呀不是一个姓，叫唐蜜。 他俩的血型太特殊了，都是AB2还是阴性血，这种熊猫血还是情侣的概率，那也太低了。小松，帮我查一下，我要确认一件事。 安全，我保护好。导演，丽莎姐，这就复工了。这不是怕耽误进度吗？没问题吧？放心，没问题。那你休息吧。汉哥，对不起，昨天让你担心了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的衣服，我给你挂起来。嗯。导演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耽误大家的进度了。 我今天一定会努力的。今天别再出错了啊！谢谢导演，对不起。行，你去吧，导演。他那个短信，等会儿是。你今天？放心，我没迟到。我今天一定会努力拍完的。来，各演员都准备了啊！来，今天不许再出错了，好吧？再出错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OK， 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！你怎么知道罗真的是唐蜜的哥哥？这样到现在还没人知道，藏得够深。 各就各位，准备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那个这个不错啊，我们再保一个，好吧？来，再来一次。好。好。导演，这条过了，拍下一场吧。